你好，我叫郑子迅，我是韩国人，我上10年级。今天我要做炸酱面。在韩国有炸酱面，可是韩国人改变炸酱面的口味，所以今天我说我要做中国的炸酱面。这一炸酱面的食谱在上网找出来，所以我不知道这一食谱跟中国的炸酱面的食谱一样。在材料里有面条、猪肉、葱、姜、豆瓣酱、盐、白糖、生抽、老抽、白椒。